那个星光三月，就是回忆饭店旁边有个 B One， 它里面可以通往小西门的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走廊，我们去看一下吗？真的耶，是美人鱼，你可以叫我下头。它这叫做悠游海洋，哎，它的名字叫悠游海洋。他说你看，脚轻轻的划过海面，你有看到出现闪耀的海星吗？双手轻轻的碰，在海中一波梦幻的泡泡会随着海浪，可以碰哦，你碰它就有泡泡哦。走，我们去看看。哦，对，有泡泡，有泡泡。鲨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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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鲨鱼来了！鲨鱼来了！你这么快啊！还有，我们在那边看到什么？海星，有看到海星吗？海星。哦，金鱼耶！金鱼，好大！金鱼耶！好大！章鱼耶！地下海星，你看，地下，哦，被踩到不见了，你看你踩都有泡泡，你脚踩有泡泡，有没有看到脚踩着会有泡泡？有没有海星？你的脚踩过去会有海星？有吗？对不对？我踩过地方。妹，你脚踩过地方就有海星哎，你看。海星的地方都有海星耶！对，你看，都海星跟着你跑呀！ Yeah! 哇，好多海星哎，超赞的哦！哇，这里好不好玩？好玩，好玩了。我还可以继续往下走。好，我们继续往上。那你跟鲨鱼跟他说拜拜。拜拜。鲨鱼拜拜。我把熊掌骂成纯鲨鱼。来，我们走吧，满地海星。哦，好多海星哎，好多海星，好多海星，海星。孩子跟着我们走。对，好多海星啊。哇。海星。